《倚天屠龙记》再次翻拍，最近有网友也剧透了不少剧照。从爆料之中，大家才知道新版黄山女子是由赵韩英子来出演，她还出演过于正版《神雕侠侣》中的程英。网友认为新版的黄山姐姐造型好看，衣服也好看。赵韩英子出演了多部类型广泛的影视作品，对于赵韩英子来说，她珍惜她在荧幕上塑造的每一个人物角色，并通过这些角色带给自己启发与沉淀，来提升自己的演技。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已经公布了演员表中，曾舜晞是张无忌，陈玉琪是赵敏。该剧还诚意邀请众多金庸武侠剧中的戏骨再次倾力出演，其中九四版周芷若扮演者周海媚，此番化身灭绝师太；樊少皇此次饰演反派角色程坤。此外，李东学饰演张翠山，黑子饰演金毛狮王，王德顺饰演张三丰。据悉，2018版《倚天屠龙记》在保留原作侠义精神内核同时，颠覆以往固有的制作理念，使之更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审美，呈现出全新武侠江湖。